慢慢慢一段时间我就很自然的，哎，我要试试看，我知道有没有。你刚才这个就有点类似那个样子，你看我们谈就有点类似那个样子，对吧？对，这个不要用身体上力。对，这个是这个点刚好，你这个对啊，我就给你让你试试嘛。对，这个点对啊，对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你有点有那个感觉，有那个感觉吗？但是很少能找得到的这个。这个就是说意识未尽的时候，在这我们就要会未尽才行。对，我给你未尽，我的会未尽。对，然后你现在有点意识在转移，不对。对，你刚才没有意识。对，就是。你现在在往外扑啊，你不是往我这个方向走，是吧？往对呀、啊。对。是吧？往我这个方向走，不是往外拨。你不要蹬腿，不要身体不要动。对。你一蹬腿，身体一动，你大脑在动，不要了，是吧？说翻就翻，直接走，还是不行。你越这个就无意识的，你真的讲去讲，你控制不着，还做不了，身体还动不了。对。那么你在练的过程中，就是练到这个状态，到这个状态来夸你。所以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那种花劲，别用那种花劲，用那种花劲就不行。你是找往那个地方往里面花，对吧？我给你胃劲，可以给你找胃劲的，是吧？胃劲可以给你放花。你这个是，对吧？你这个要有一个人专门教你，但这个是这个有帮助，但这个有帮助。根儿上还是你从底下慢慢的练。就是你讲还有一个，还要松，对，你要松脚的话。我手松了也是硬的，对，也硬的手是松的，对，或者你这个腰背啊哪个地方没有松好，我知道怎么给你问进，你看，对，我给你个状态，你我觉得我的状态你可以发，我就发过来，我可以给你找这个位置嘛，找这个位置，我不要动身体的，对，也不要去先往外一张，对，有一个张力在的，对，这个是对，这个是很适合的，但是问题这个很难找到，对啊，找到，就是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对啊，我们过去的话是。这样对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东西了，不是那个也是一个，就你身体动了，对，要你是靠你身体那个肢体的形变那个力量嘛，靠你身体这么这个力量，那就错了，啊，这个是老子的位，嘣就出来，就这样，你要是脆一点，你脆一点，直接就不行，短暂，你刚才有点慢，不能再去，然后给你，对，五十秒钟。这个就是不是手有点太用力了，对，这个手也不要动，那还不能，我知道。所以这个动作呢，可以说得非常漂亮。如果说你看我给你喂进你打我的话，你很漂亮，可以，对，是吧？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能像我这个身体，我打你的话，你要给我喂进我打你的话，可以打很远，打很远。但是你身体不通透，僵掉，那就打不好。所以你打我能打得好，是因为我不僵，是你一打我不僵。知道我的功力高，对吧？是吧？我身体不僵，所以你都打不过。你就软的弹走了。对，我就是个整体，就像我这个整体就像刚性一样，是提出来的，是吧？这个整体的，所以我给你胃镜看着很漂亮，对吧？是吧？我给你胃镜看着很漂亮。但是你给我胃镜就差，因为你是身体是黏黏的、重重型的，是吧？所以说是那些师傅打弟子打得很漂亮的，对对，那一种。实际上，如果他们身体正，他当是就身体要好，还要配合。对，他那个也不是说绝对配合，就是不同的话嘛。就是你两个要有那个条件嘛，就是接上劲嘛。实际上在这里我已经给你接上劲了，对吧？你先有个劲，但是我不行，我对你劲话题可以往远，但你听我的话，我就走不到那里。因为你身体对话老不到那种，达不到那种程度，达不到整体的那种程度，所以达不到整体那种程度的话，我发你的话，他就你身体就吸收很多。对的，对。这个劲呢，往你身体里面去了，往哪顺着我出去，是吧？这就是。为什么有的师傅做得很漂亮？因为他弟子有关系，对，他弟子。